我还没听过福特 GT 野马。哇！发财喽！发大财！跳转一波！跳转一波！哎，警察可以带我们去拖吊场吗？可以带我们去拖吊场吗？我们车子不见了，带你去拖吊场吗？对啊。警察看来很有威严呢，哦。我们三个。等我一下，我收个录。拖吊场。哇，他在这边摆零件。拜拜，拜拜，我们先走了。贾先生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麦克班尼，怎么了吗？麦克班尼。哇，你们要去哪一个拖吊场？是班尼。左转，麦克班尼。那你们警局一个叫 Ricky 的有这个人吗？有啊有啊。哦，亮灯了，各位。值得最一提的，你看他们这种灯光效果，你看怎么了？很帅哦！哦，这视频很皮哦。嘿哟，先生，你违规右转了。哦，抓到犯人了。反靠边停哦。人，嚯，他还会往后看了。理你啊，瞧不起你啊，警官，还瞧不起，他车开得比你还好。他车开得比你还好。刘先生，麻烦下车好不好？哇，快拿警棍逼他下车，他现在要叫支援了。哦，警棍都拿出来了。哦，哎，他要打你了，警察，他打你警察，他们很多人。照，他闹兄弟了。帮忙，合作。哇，只用电的。啊！什么死了？晕倒了，被电死了。欸、他站起来了。Are you OK？ 他站起来了。哦，警民合作，警民合作。OK，够了。不要理他了，不要理他了。这里是街区啊。赶快跑！好，快点，快走！他把我们拉下车了，还被拖走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听不到任先生讲话？他 是没讲话。哎、啊，我没讲，我听你们讲。刚来这边不太懂谁是谁。任先生是。右后方，幽默吗？幽默可以哦。哎、啊，我问你哦，警察先生，你知道警察的队徽是老鹰嘛？对不对？还是鸽子？啊、那你知道老鹰的英文怎么讲吗 ？Eagle。那、啊、一个老鹰叫 Eagle， 那两个呢？我不知道。两个。有幽默吗？两个，这样你有认识我了吗？有，认识你是一个蛮幽默的。啊，张宇20块够吗？不用钱，好朋友，啊、谢谢啦，拜拜，拜拜，你们没给人家关好，我们全部都没关啊，那要帮他关吗？要帮你关门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猜他们哦、喔，哇，又是一台好车哎、欸。没有吧，这台还好、啊。都开好车、欸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哇，怎么了？啊，什么？有枪声。外面打架了，那警察是不是死了？哪里？哎、欸欸，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阿冷嘞？哎、欸，你车怎么冒烟了？我不知道，要去修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一台车？那台车是怎么了？三宝，哎、欸，走，我们去这里修一下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、啊？他可能轮胎破掉了。这里修车的、哦，里面可以修车啊，里面有那个附加修车厂。哦，你仔细看你的地图就会看到。好贵哦，802块，要求哦。这个修车要1分钟左右，他会慢慢的修，跑了会传简讯跟你讲，就很像这个你去开去那个修车，别人会撞我。修车的地方，然后就会简讯跟你说，哎、欸，你的车好了，快来领哦。别人吧，要不要去改车？啊，改车要很多钱嘛。改颜色啊！我就我那台先这样就好，不要太花钱。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啊。哎呦，看什么？整个车感觉要烧起来一样。技工开的。去看那个进口车。好啊，买不起的进口车，只能看心酸了。啊，不然这台多少钱？这好像30几40。哇、哦、啊，这台你用这台去比赛的、哦？对啊，因为它很省钱啊。哦，
省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不用油费。哦，吃电啊，吃电的就不用油费哦。对啊。那要充电站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也不用。也不用这么好。我的电瓶再生能源。哦。它太阳绿能车就对了。对，它白天充电可以开一整个晚上。哦。然后隔天白天再充电，这样。太厉害了！你看到上面那一大块板子哦，都是充电的。充电板。太阳能板。那是天窗哦，那是充电板。那是天窗附加充电。哦，太酷了，最新科技。而且它速度其实也不慢，它只有跑沙地比较慢一点。到了，到了，各位你们看，接下来是全新的限量车。开了。到了。哇哦，这里真的很帅，这边买不起的地方。哇，你看还有 Spotlight 哦，很帅啊。哪台？哪台？你喜欢哪台？哪台绿色的？哇，好像有点暗啊。哦，你绿色长那么丑，你还要选那台？我想要买这台，个十百千万三百万两百万呢、欸？你看看，两百。这台是右驾的，右驾的，开秋名山刚刚好哎、欸。真的、欸，两百万好贵啊！我喜欢这台三百万哎、欸，我的天！雷克萨斯，这台车的定价那么奇怪，二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都好贵哦，都三百万，两百五十万，这是三七零吧？对不对？还是三五零？这三七零，对不对？看那个车头灯，好像是三七零。任先生，你喜欢哪一台？我想买 Type R。Type R 是哪一台？那台蓝的啊，蓝的哦，你是在200万的、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这个车牌如果再多加个一多好啊，那加个11，哩哩啦啦，哩哩啦啦。哎、欸，这个已经都有改过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没有改过哦，没有改哦，它还可以再改，它可以再改，它可以改那个什么钣金什么的哦。这种车改一直都很贵哦。它通常不是一台，我记得那台300，然后改起来也要五六百吧。你说整个改完要在五六百？对，没有在，就整个改完加车价大概五六百。太贵了吧？啊，超贵。所以最便宜就是后，就是那一台嘞。你上那台车一下，我可以上去啊、哦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过来这边上去啊、哦？原来还可以赏车哦，很可怕、哦。我还没听过福特 GT 野马。哇！你可以试踩油门看看，碰碰脚呢？对啊，爆改野马，哇，好帅哦！可是这台长好丑，跟你好像哦。哎、欸，它里面很帅哎，很电竞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原来每台都可以上去，我进来看看、啊。这台我看看。怎么这台感觉不像吃油的？哦，有天窗了，天窗了，才有的，是不是？这台就没它那么的，那个旷野的感觉、没有啊。这台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什么车啊？可以啊，我还有喷雾啊。哈、啊，这台怎么是闪电、哦？这台什么车？哪一台？这台啊，这台的 Mark 怎么是闪电？尼桑 S15 火箭兔。火箭兔啊，这改装车哦。这台我记得我朋友有。这个是甩尾的、啊，看起来好像甩尾车。这个是雪佛兰的，对不对？你进来看一下。Camaro， 我、哦、还可以开灯哎，多帅！嗯，只有野马最帅了哦，野马的声音超帅。我再看一下这个370，不行的。哎，这个也很好看呢、欸。我记得之后，我记得这个车商老板说他之后还会再进多一点车。哇，各位你们看，帅吧？好啊，等他进之后我再来看。等一下楼上有停机坪，他之后是不是也要进直升机啊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他楼上感觉会卖飞机。哦，这个也很帅呢，哈、哦，很帅。AMG 是这台啦 ，AMG 现在比较白天的比较看得到。嚯、哦！哎、欸，这台很帅呢。宾士啊，你看它里面的仪表板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这叫什么灯？氛围灯哦。哪一台？哪一台？什么颜色的？这台，前面这台。蓝色的、哦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哇、哦，超帅！哎呀，绊倒了，这个。哦，好帅哦！这台才帅吧？你看里面的内装，超帅。这蓝蓝的好帅哦。这台不是老板开的那台吗？是吗？
基本上都要300。宰机场老板吗？对啊。老板开这台啊？对啊。他不是送给他女秘书吗？然后这是雷克萨斯，我们看一下。你受伤啊？对啊。啊，再去医院。这个就差很多了。去医院。哎、欸，你们先去，你们先去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再见。好，哎，拜拜。